这次回来，我发现到处都能看到这玩意儿。这里还是给我家的感觉，又让我觉得冷漠。城里有了越来越多的陌生人，无家可归的人，一些看上去凶险的人，还有城管们。如今城管的装备挺先进的，听说和特警差不多。傍晚我看到他，老东西，谁让你在这要饭的？少在这影响市容，收拾收拾给我滚蛋。什么逼呀、啊！这么老了还出来骗钱？哼，教育他一下，温柔点。很久不见，可我没去叫他。
Thank you.